我看你咳嗽咳得那么厉害，吃个果子压一压吧。雷大小姐，你们想干嘛？要怪就怪你生在雷家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弥天盟办事，不想死给我滚！弥天盟想破坏两派谈判，抓我就行。抓个小女娃，传出去不好听。带我走，放过他。别害怕，等我回来。皇上，绝技为什么让他们把你带走？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血。父亲说，一个人拿着刀走在江湖里，一家子的性命就绑在了刀柄上，见血是难免的。你爹错了，练刀就是要保护人的，如果连家人都保护不了，就没有必要提刀出门去闯荡了。你的刀叫什么名字？红袖刀。你刀法如神，以后一定会名扬天下的，要不就叫梦枕红袖第一刀吧。也好，这种高调的名字我喜欢。买走的话，不是因为他喜欢，而是因为苏梦辰。二弟，大哥，这是我藏画的地方，夜里起了风，我来看看，窗关好没？这些事你可以交给下人做，其他的事可以交给别人做，但藏画的地方就像藏着我的心，我不太想让别人随意进来。但你不一样，你要想来随时都可以来。既然是大哥藏心的地方，那我也不该久留。喜欢我的话不是因为我，他约我见面也不是因为我，
错了，全都错了。你知道吗？他喜欢的是大哥苏慕辰。我知道，我从小就知道我师兄和六分半堂大小姐有婚约。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咱们在江边遇到的田纯会是雷纯。可就是那一面，我对他此生不忘。大白，我知道你是最不服输的那个人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你一定会想办法得到。但是感情的事好像不能勉强。对，感情是不能勉强的，有的女人一辈子只能被感动一次。你说的对。对什么对啊，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脸上是灰的，心也是灰的，想的也是一些灰暗的事儿，你怎么会觉得对呢？女人每天都值得被感动，一次哪够啊。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那照你说的，我能每天感动她一次吗？感情可以滴水穿石。白公子是人中龙凤，总有一日会碰到真正的心仪之人。等你遇到那个人，你就会发现，以前的所有错爱都是过眼云烟。